湖光岩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湛江市区西南18公里处，被联合国地质专家称为研究地球与地质科学的天然年鉴，是一个以马尔火山地质地貌为主体，兼有海岸地貌、构造地质地貌等多种地质遗迹，自然生态良好的公园。景区是由雷琼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、棱岩寺、李刚醉月雕像、美食欢乐园、清风林火山地质遗迹、高密度负离子区、董公亭、马尔湖、 水长流，山水那个相依。
山川。